友，现在介绍我们带来的嘉宾，他是 GMCC 万通贷款的 James Jin。 James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公司有做新屋的贷款吗？对对对，有 我想很多朋友他们当然有必定房子嘛，他后来就买新房子，非常高兴。不过很多人都知道现在那个利息会涨，基本上今年会涨2到3次，可能甚至会一两。那么在这个情况，房子买好利息会涨，那怎么办？其实我们公司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value add， 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帮你做 advance lock， 甚至可以提供6到12个月，这个就可以锁在。真的可以这样子、啊？真的可以，对对对，在上涨的利息趋势中，这样子是很难的。可以做到6到12个月，所以我们那你 lock 的 rate 会不会比较高一点？他会看情况，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利息会高一点，或者有一定的cost， 但是 cost 很 minor。如果你说利息高0.5，你付0.5个 point， 应该是非常insignificant， 所以这个还是要 cost 两个。而且我们跟有的 builder 合作，我们这个具体很多 plan 可以 work 到。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欢迎打电话到866 GMCC， 或者到公司的网站 GMCC， 具体 detail 我们会安排我们最好的贷款顾问，个别他还需要很多 detail， 你 loan amount 多少啊， LTV， 但是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 option。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不值得他当我就记得一两年前那个 Donald Trump 11月8号、7号的时候，他大选之前，我们一个朋友在南加买房子，他40-50万的 loan，他付了差不多0.5个 point， 但利息低了0.6个 0.625， 因为那个大选以后后来利息狂涨嘛，是，所以他非常高兴啊，他就是一个新屋嘛。所以说看你具体每个 case 还 case by case。 对，顺便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叫 GMCC 万通贷款，所以说我们在北加州有6个分公司，在南加有2家，所以我们有很多贷款顾问为大家服务。对，OK， 好，是绝对可以做的。 对，因为那为什么有人说我要找 the preferred lender， 其实如果你们可以提供一样好或者是更好的，都可以考虑进行。对，我想这里面有几个不同，我可以很快讲一下。很多 preferred lender， 当然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些跟 builder 也很，我记得有一些，他们还上次一个 builder 还专门上电台跟我讲过，我们公司 program 非常多，那消费者可以跟我们公司看看哪个更加 plan 更好。因为很重要一点很多 builder 他说他有5个 phase， 第一个 phase 第一个 union， 他又会很牵涉到什么 commercial space 小于20%、30%啊。Concentration 大于10%啊，所以我们叫 unwanted condo，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 exception 就是 possible 可以 do， 所以说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做很多的 program， 就新房子如果不是 unwanted 也可以 invest concentration 超过10%，很多办法可以做。那么当然公司成长的时候也慢慢就是很多公司很多消费者会知道我们公司，那么我们希望会更多消费者服务。对，好，那提到投资物业，华人最喜欢买自己的房子，然后投资物业也是他们的首选，非常的注意到的。那么在投资物业方面也有很好的 program 吗？对对，很好，非常重要。我其实觉得大家很多到美国啊，一般除了股票以外，投资可能房地产是最大一个投资了。我想特别今年这几年增加很多投资物业，有几个就 challenge。 一般来说，哎，他说一般会比较贵一些，因为他认为你买 investment property 中比较有钱嘛，那利息会比较高一些，高差不多2.5个 point， 甚至利息相差 0.5 到 1%， 具体看细节了。那我们公司有些非常好的 special investment program， 如果你 75%25% 到 1.5 million， 可以基本做到跟 owner keep 0.25%，所以利息非常好。这个消费者跑了，他说哦，一般人都跟我讲至少高0.5到1%，我们公司只高0.12到0.25%，所以这个细节呢，你看信用书啊、FICO 都有关系。为什么 James Jin 的 GMCC 公司有这么优厚的条件呢？我想我们作为公司来说，一定要提供很好的 program。 所以我们有个很好的 team， 公司在成长时候呢，我们 in-house underwriting funding 这个 team loan officer， 那我们会不停的 looking for 好的 investor， 好的 program。 当然跟我们公司有个文化有关系，我们注重 quality， 首先的弄的 quality 好，就不要烂的乱做，那人家 investor 不会跟你合作，你名声会在外面，人家会 terminate 你呀、或怎么样，就很难 work 下去了。你 quality 好了以后，我们就想做 quantity， 为更多消费者服务。对，我想两个都相辅相成。然后呢，我想公司内部文化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一个 team 的结束，就是说不是说你从来一下一个弄进来了，平时从来不上课不 training， 然后跑进来跳楼一样把每个人都骂一遍，怎么把它做下，这样是不行的。我觉得你要做的话，你不停的学习，然后做一个团队，我们后面的 processing underwriting founder doc job post code everybody work togetherpassionate party 把事情做好，我这样就非常 smooth。 所以一般正常的 jumbo purchase 2到3个礼拜都可以做。其实很多他们开玩笑，我们有个他们10天都好了，结果 set 不 ready， 他说你们太快了，也这么行。所以我想我们公司作为，因为我们自己真正的 direct， 我们自己出 LCD 非常快， appraisal 非常快，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 get ready 呀。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要做一个做公司嘛，要不停的成长为更好的更多的这个 landing， 我想 landing 这个变化非常多，所以你要不停的学习，不停成长。的确是，还有这个改变也
非常好，买房子就要抢屋，要占于不败之力，能够有自己更好的 buying power， 有一封 pre-qualified letter， specifically 为您自己设计的就很重要。对对对对，我就想稍微解释一下，一般两个 pre-approval 就你想弄嘛，就四五十万，这个做个 DLP direct underwriting LP 就够了哈，做个 direct。那我们公司其实在大额贷款，我们自己可以做 underwriting approval， 这样就等于是 if 你房子 accept， 这样做一遍，你就会 feel more comfortable。这样也许本来说三个礼拜 close， 现在甚至变成两个礼拜 close， 都是更短。那这个互相要配合了哈。那么这个 underwriting approval 非常重要，其实很多公司都不会做，我们公司也自己 underwriting 可以审核 underwriting approval for TBD， 房子还没买下来。To be determined， 对不起，那个 to be determined 就是地址了。对 ，to be determined 就除了地址没有以外，我把剩下所有全部审核一遍。那当然最后出来 appraisal 还是要做的嘛，这当然 proling 就可以说非常快。我觉得这个帮大家在抢房子里面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公司做一个 extra service，具体当然还是要跟希望大家跟我们的贷款顾问有个时间聊一下，他们可以觉得这个适不适合做一个 pre approval underwriting approval 为大家也说明一下，我们公司每个礼拜五下午两点钟有个 open house， 欢迎同行呢license loan office 有公司的看看你的到瓶颈啊，看有没有更加好的平台帮助大家但是一定麻烦你发个短信到65099619891982，对，65099619891，其实也可以我们网站 joingmcc.com， 对，刚好就 J O I N， 然后 GMCC 就 joingmcc.com， 上面有很多细节的 information 呀、yeah。是对对对，好，那就知道了。做款实在不容易，对对对，每个行业中要做精做有名的好，对对，实在是要不停的进步。对对对，高兴我们在湾区南加北加就 GMC 跟我在一起，帮助我们去可以的款，也弄教你们就放心。对对对，没错没错，我想我们作为我们这么多贷款顾问，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training， 是 weekly meeting 啊 ，Tuesday Cupertino， Wednesday 在 President， Thursday Burlington， 所以我的很 training 非常重要 ，update 嘛，大家还 brainstorming 怎么把贷款做更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公司内部是非常 collab 的 ，coach 很好，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顺便提一下，很多 investment 可以刚才忘记提了一下，就是最多我们可以做到15 finance property 嘛，第十五个都没有，买15栋 finance 没问题，只要 30% 当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可以做 multi unit， 很多现在很多在旧金山去买，他说买个投资物 3-4 unit。30% 30% 利息非常好，我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信用分数不一定要800分720都可以，所以说我很多 program。 谢谢 James， 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这段访谈结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乐，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Google，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Google 总部位于 Sunnyvale， 在 Cupertino、Burlingame、Fremont、Pleasanton、San Ramon 和 San Diego 均有分部。Google 贷款诚信可靠，值得您的信赖。哇，香喷喷是哪间餐馆出品？是客家山庄李师傅用。